我们先来看这台哈 Canon 哈 EOS Kit 的这个相机哈单眼相机哈，那它这台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哈，这个相机背带还很新呢、啊，就跟新的一样，然后它有一颗这个原厂镜头哦，这个焦段是80-200的哈，这个功能都正常，还有一个镜头保护镜，有一个镜头保护镜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。那我们有试了一下哈，它这个我们打开来之后哈，我们还没有开底片盖哈，我们发现哦，它这个还显示有底片哈，所以我们有试了一张哈，我当时试了一张哈，这快门是正常的哦，可以正常，可以看一下哈，然后这个切换都还正常哈，可是功能还可以正常使用啊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来，我们当时没有打开底片盖啊，当然我还不知道里面底片的这个状况哈，那得标者自行决定哈，要不要把它拍完还是怎么样啊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哈机身哈，这我们相片也有拍啊，那这个闪光灯也可以正常开启哈，我们也有拍照哈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Canon EOS Kit 的这个视频哈，谢谢。